Hello. 庄小姐，姓马噶，系咪方的士？系啊。爱丁堡去西环啱唔啱？系啊。车牌 JU4787，十分钟就到。每夜里漫长路线，盼十分钟相见。看着你，便无视世间人烟。说着笑，一张俏面，仿似没有缺点。无能为力写发展，只要无钱。流星王小姐，你今日有小朋友病人啊？你点知啊？你平时都唔食糖嘅，啲糖应该唔系你买噶。今日有个小朋友跌穿头，要缝成十几针，佢居然冇喊啊！咁我见佢咁勇敢，咪请佢食包糖咯。佢请我食一粒，不过话住话喎，估唔到你咁细心啊吓！我揸的士都系服务性行业嚟噶嘛。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？咁你今晚俾人兜路啊，跟住撞到我，再经过呢间糖水铺，我谂马路天使都想你食糖水。咁啦，我兜你翻去停标等你。唔使啦，我惊阻住你做嘢啊。紧要啦，得意个嘛。数十里漫长路线，记住这一张脸。你一个人食咁多啊？马路天使请你食噶。又淋着雨等晴天。有时坐你车唞下，听下你播嘅音乐，间中讲下笑咁，已经令我冇咁难过噶啦。余情留梦中去偏，当我入眠，流星般闪过，遥不可及的痛楚。如想不起我，我都给你留咗，从身边经过。场地或是后错，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？流星般闪过，所以呢段路程就是我哋拍拖嘅时间。我哋会停低车，然之后出嚟影相，倾下偈，吹下海风咁。呢度咧就系我哋嘅小天堂。你而家每晚都坐我车嘅。你哋分咗手啊？佢走咗啦，系 cancer。你是我一首美丽情歌，数十里漫长路线，盼十分钟相见，记住了这夜。留咗嘢啊？唔系啊，我以后咧可唔可以直接打俾你预车啊？